作品名称浮力可调试钓鱼浮标，钓鱼根据不同海域风速和气温等使用之浮标与配重也不尽相同，总需准备为数众多且大小不一的配件。本组设计这款浮标适合各种钓场，构造极为简单，运用巧思，其配重较现有浮标调整迅速，方便钓友及时改变灵敏度以适应环境的变化，且因极简特性不占空间，亦能让钓友有更多置物弹性与更快速的收纳性等多重特色。本组构想之浮标设计图，材质巴尔山木，测量与制作，一，先使用桌上型车床做出我们要的椭圆形浮标。二，使用细砂纸研磨浮标。三，用手持钻孔机钻完孔。四，上漆美化和涂上防水漆。五，打磨螺丝和螺母。组装完成。浮标浮力测试。配重测试无配重时，深度约 11.6 公分，配重测试有配重时，深度约 10.95 公分。完成测试。经过我们的测试得知，浮标的配重越重，浮标在下沉的深度就会越深，相对的越轻，下沉深度就会越浅，但是水的压力到一定的限度，浮标在水面下沉的浮力越大，变化量会渐渐停止。浮标浮力可调整是借由改变配重比例的同时，改变了浮标内的空气量，进而改变浮标的浮力大小，达到取代各样式浮标的特色。有了这个可调式浮标，不管是海钓、溪钓还是临近的钓鱼场，都可以随心扬竿拉线，开心的钓鱼。参与了本次专题制作，团队应用到许多所学知识，如机械加工法的钳工、钻孔研磨、车床的操作、机件原理、汽车喷漆与电工电子焊接的技术等，验证了学以致用的重要性。